简约但很设心的玉佛台，让人人都希望心境如同琉璃一般清净。欢喜啊，欢喜，清凉啊，心中清凉啊。香花。慈济香港分会举办浴佛，男女老少绝大部分是家人结伴参与。慈济职工的女儿女婿每年跟随父母，哪里做职工就到哪里浴佛。每一年我哋参与之后咧，都其实都会好感动嘅，即系一定要嚟亲身咁样前来参与呢一个活动，先至会觉得呢一年有圆满嘅感觉咯。每年都系咁啱，佛诞就系母亲节，咁所以就会谂起啊，系要真系时候去好好对母亲，真系一个好好嘅反省机会俾自己。虽然佛诞节为一年一度，但慈济要传承的精神之一，也就是孝的真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东尧、苏婉珍、王思华香港报道。